真，我怎么能让你知道呢？我会将这个秘密永远掩埋。这位新来的冯先生真厉害，我不懂的数学题他稍微一讲我就明白了，真希望有一天我能跟他一样厉害。你说这么美丽优秀的女人，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才能配得上她呀？你别想了，她已经名花有主了。你瞧那，冯先生，楼下有人找你。我听学生们说有个英俊小开在追求你，就是他呀。我看他人长得英俊又亲和，和其他小开不一样。时珍，你可要抓紧啊。哎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结婚还没想好呢。不是吧，多好的人呐，简直万里挑一，罗曼史小说里也找不到这么优秀情标的，太可惜了。能在一起就是幸运的事了，可惜什么呀？女人年华短暂，你要为自己做打算才好。嗯，年华短暂，我们都会享受在一起的每一天的。我先走了，回见。好。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想你了，就来接你下课。我领薪金了，请你去看尚小云的新戏怎么样？先生一有钱就想着养男人啊。不过以我的身材和容貌，应该值得更高的价格。在我的心里啊，你非常非常值钱，把我一辈子的工资加起来都不够呢。但是这个钱我还有别的用处，容大少爷财大气粗的，应该不急这一时半会儿吧。你要攒钱干什么？我想攒钱买房子。你是打算留在北平了吗？嗯。如果是因为孟虚案的话，我可以解决，有我在，你不用怕。也不全是因为他，其实我早就想找个地方安定下来。你好好的想一想，想想我们的将来。我们将来会怎么样？那要看你怎么对我了。快走吧。嗯。不让你买你偏要买，你说你买这么多东西做什么？我又用不完。我不管，别的女人有的我的女人也得有，别的女人没有的我的女人更得有。那你把我惯坏了怎么办？我愿意啊。吃超简单的布，吃超简单的布，我赢了，哥哥真的我。怎么了？别哭呀，摔疼了吗？来，快起来，帮你看看，摔着哪儿了？摔着膝盖了。哥哥在前面呢，来，去找他们玩吧啊。他们在前面等你呢，不哭了啊。走路都走不稳的样子太可爱了。先生喜欢小孩子？嗯，当然喜欢了，不然为什么做老师呢？你看他们的眼神那么纯粹又充满朝气。怎么了姐姐？哥哥他们不和我玩。怎么会呢？我们这么可爱，为什么不一起呢？走，姐姐带你去。嗯，走，慢点啊，下雪，小心。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
好呀，好呀，来，来，你往这边，我们到这边，找不着。来来来，周五薇儿，大家站起来，这边这边。喂，喂，大哥，爹醒了。就在刚才，他问你在哪，我说你去北平谈事了。醒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脑子挺清醒的，但是腰部以下都没有知觉了，医生在给他做检查呢。初步估计，应该是子弹伤了他的脊椎。他恐怕不会接受这样的事实吧？可不是吗？爹知道了以后大发雷霆，把医院的吊瓶全都砸了。医生不得不让护士给他打针，才让他安静下来的。家里其他人呢？妈妈和姨娘们都在里面陪着他呢。芳华也接到了消息，说会尽快赶回来。云池哥陪着他。赵叔呢？啊？你问他干嘛？爹醒了，难道他不过来吗？哦，他也在的。大哥要和他说话吗？不了。你和爹说，我明天一早回去。好。大哥，你和冯先生以后怎么办啊？这和你没关系。你帮我个忙，别在爹面前提起他。好，不提。好，看这里啊，靠近一点啊，笑得开心一点。好，来准备啊，好，三二一，哇！故事什么？痛是什么？北平好冷啊，上海应该已经转暖了吧？远处漂浮的暗淡，我微弱的不安。也许吧，是冷是暖，如果你不在身边，又有什么区别？当然有区别了，只要我想着你，就不会冷了。等到来年开春了，我们去北海公园放风筝吧。好啊。True.
你回来了。你爹打醒来就一直念叨着你，他现在住在西塘，你过去给他请个安吧。大少爷，爹，您消消气，医生说这样对您身体不好。那你想让我怎么样？不想伺候我就滚，滚出去，滚！大哥。哥，没事了，我已经回来了，一切有我。爹爹醒来以后性情大变，妈妈都不愿意来伺候他了。大哥，你一会儿当心。放心吧，我先上去了。爹，你还知道回来啊？那个女人肯放你回来了？您又是如何知道的？哼，你别以为我昏迷不醒就什么都不知道。没出息的东西，就这么着就跟杜家解除了婚约，连下了定的彩礼都没要回来。现在全上海的人都在笑话我们荣家。这是我自己的婚事，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解决。这是我们荣家的婚事，你有什么资格自己做主啊？你看看你现在把商行办成什么样子，孟轩杀到了眼前，你呢，就知道一味的躲避退让。这可就有点难办了。孟轩手上有我同父异母的亲兄弟。我要是杀了孟玄，你说我杀不杀我的兄弟？如果我杀了的话，您老醒过来，我该怎么交代？你胡说什么？爹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呢。孟家的大小姐给您生了一个儿子，养在了孟家，今年17岁了。什么？青芝。给我生了个儿子，我在拍卖会上和他见了一面，虽然看起来孱弱了一些，但是一眼就知道那是我的亲兄弟。爹，您见到他的话会不会很欢喜呢？孟旭安养着我的儿子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把你我杀了之后，扶他的亲外甥坐上荣家家主的位置。好在我命大，被世珍给救了。说起来爹还要感谢世珍呢，多亏了他我才能站在这里，这都是他的功劳。哼，那个女人不就是孟轩安的探子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她有问题，我一再的提醒你，你一再的被他蛊惑，如此心思手软，你根本不配做我荣定坤的儿子。是，我确实比爹要软弱了一些，我还没有心狠手辣到能对自己的亲兄弟下毒手呢。你给我闭嘴！把我的印还给我，从今天起荣家的事用不着你插手，你还是专心读书去。你把我的印还给我，把我的印还给我。我倒是有一个想法，爹身子不好，还是好好养病吧。公司的事情就交给我来打理，
我已经托人找了最好的神经科医生，听说他在纽约，我已经联系好了。我会亲自送您去看病，您看如何？你这个畜生，你是要夺我的权吗？啊！在短短不到一个月，你翅膀就长硬了，就想自己飞出去了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过就是个牙还没长齐的狗崽子，给我看了两天门，你就想给荣家当家做主了？我荣定坤还没死呢，还轮不到你。把我的印还给我，还给我！把我的印还给我！你把我的印还给我！你把我的印还给我！把我的印还给我！我的印！混蛋！我没你这个儿子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你跟你那个娘一样，一样蠢，一样懦弱。我就算是把家业给了青雉的儿子，我也不会给你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爹，你累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大少爷，给他打一针。是啊，是。你这个畜生，别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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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会儿就好了，马上就好。荣家和孟家势均力敌，谁也没有能力能把对方一口气吃掉。现在继续争斗下去，无非就是作为鹬蚌，便宜了其他的渔翁罢了。爹，荣家不是你一个人的，我不能任由你因为自己的私怨而把荣家赠送掉。芳华已经因为你过去犯下的错付出了惨痛的代价，我还要保护其他无辜的人。爹，您一直都知道的，我对荣家的家业没有什么兴趣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荣家由我来掌管，这才是对荣家最好的选择。爹，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大哥，爹爹打你了。爹爹现在真的没办法讲道理了，稍有不如意就打骂，说我们要害他。爹刚刚出院，身体又残疾了，恐怕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现实，只能对身边的人发泄，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。爹爹原来多精神的一个人呢，走路大步流星，随时都神采奕奕的。大哥，你说爹的伤什么时候能好啊？
以现在这样的医学技术，暂时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。只希望他现在能够早日看开吧。嗯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呢。妈妈。哦。嘉尚，一路可还顺利？还挺好的。赵叔是来看我爹的吧？我爹吃了药，已经睡下了。啊，太太说你回来了，晚上请我吃个饭。另外，稍后还有几份文件需要坤哥签字和盖章。啊，章在我那里呢。哦，我爹这次受挫，精神不是很稳定，暴躁易怒，现在不方便处理事情。商行的事情就由我代理，赵叔您不介意吧？哎，赵叔，我生是荣家的人，死是荣家的鬼，有任何事情尽管吩咐。少爷能挑起大梁，老爷才能安心养病，不是吗？那就好。嗯，我们去书房谈谈吧。好。嫂子，哎，石佩，妈没事吧？还有一件事情，现在西南战事吃紧，地方上妖魔横行，南边来的货已经被劫了两次了，大帅们忙着打仗，也没时间顾着咱们。那就先停运吧，正好到了年关，给下面的兄弟放个假。孟家最近什么情况？大动静倒是没有，就是虎视眈眈一直盯着我们。能不正面冲突就尽量避免，孟家与我们势均力敌，一旦大动干戈的厮杀，一定会两败俱伤，到时候平白让旁人捡了便宜。嗯，真是你爹咽不下这口恶气啊。不能因为他一个人的恩怨就影响到荣家的利益。嗯，况且手底下的那些兄弟都是赵叔你培养起来的，如果折损在这样的冲突里，赵叔难道不心疼吗？赵叔。嗯。我年纪轻，资历小，如今能做到这个位置上，不过就是因为我是荣定坤的儿子罢了。我知道公司的几位元老都不服我，如今我能坐稳这个位置，都是因为赵叔你支持我，你的这份恩情荣家上铭记于心。哎，怎么突然这么客气啊？自打你进了商行，办的每件事情没有一样是不好的。说句真心话，现在时代变了，你爹和我们能把江山打下来，但是要让荣家发扬光大，还是得靠你们这些年轻人呐。赵叔，你真是说到我心里面去了。不瞒你说，我心里有一些事情，一直想找一个长辈商量一下。不妨和赵叔讲讲。我想将荣家的一些产业调整一下，有些生意太过于伤天害理，赚的竟是不义之财，我想将这些生意尽量缩减，然后停掉。赵叔，你觉得呢？加上指的是哪些生意啊？大烟。大烟？我知道，卖大烟给荣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这生意支撑了荣家很多年，但是这条路并不长远，又太过伤天害理，充满罪恶。如果我们现在不调整荣家的产业，将来就一定会被束缚，永远沉沦在见不得光的地方。可一旦停掉，荣家损失惨重啊。加上这里边利润实在太大了，怎么能说停就停呢？
荣家现在做的伤天害理的事还不够多吗？我爹现在这个样子，说难听的那就是报应。我做这些就是想给我爹，给荣家多积点德罢了。听叫大烟生意容易，可这帮兄弟怎么养活？干我们这行呢，散活哪儿那么容易啊？事在人为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赵叔辅佐了我爹一场，是我们荣家最劳苦功高的功臣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多亏了赵叔照顾我们家。之前听说太太身子不好，今日看见气色还不错。妈，你们几个孩子叫我一声叔，便是一家人，一家人互相照顾，也是应该的。干杯。姐，刚得到消息，荣老爷醒了。最近几日，荣家商行航线屡屡受挫，前几天还有一批货物被举报了，都给扣押起来了。虽然说现在荣老爷已经醒了，但这个家还是荣家上来当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姐，现在是抓住荣家上的关键时候，只要你俩结婚，你就是荣家的女主人。大哥刚死，丧气未满，现在提这事，爹都不会同意的。更何况荣家上，他现在是荣定坤能逼迫得了的吗？这事还得从长计议，荣家的一举一动你继续派人盯着，有什么消息立刻汇报给我。荣家上迟早会是我，逃不掉了。先生，您的报纸。荣家上回来有几天了，没有什么动静吗？回妻，赵华安私底下偷运烟土的事情，荣家上发现了以后，找了个借口把他的手下全给开了，然后还给正经职员涨了薪资，该做的正经生意一桩没了，让那些董事们一点都揪不出错了，敢怒不敢言。杀鸡儆猴，收买人心，这个荣家上还是有一些手段的。我还打听到荣家上又下了新的命令，所有荣家商行的生意必须由他亲自过目，只有他的签名和印章才能实行。但是这样一来，荣家走私大烟的渠道就会被截断，我们很难再抓到什么把柄。荣定坤呢？一直待在宅子里就没出来，荣家最近涨了5倍的工资找看护呢。这个荣定坤啊，连做梦都不会想到在这把年纪就半身不遂，而且大权还被儿子给夺走。不，这对我来说还不够，我想要他看着荣家上下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还有一件事，七爷。嗯。冯小姐的住处我们查到了，七爷要不要？不要，只要知道他安好，我就知足了。进来。七爷，有位客人来访，这边要单独见你。单独见我？什么人？他没说，只留了一张字条，说您看了就知道了。
让他进来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孟老板，杨先生，好久不见。孟老板，我知道我来得很冒昧，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来求您。求孟老板救我。你和杜小姐的运势我有所耳闻，我还听说你卷走了荣定坤不少钱，怎么现在想回来了？逃？我逃得了吗？荣定坤是什么样的人，孟老板不会不知道。他如今醒了，一定会下令追杀我。现在整个上海滩到处都是赵华安的人，连杜家也不会放过我。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我知道孟老板也在找我，我手上确实有不少荣定坤的秘密，只要孟老板愿意保我一命，杨某定当知无不言。那我就要看你手上这个情报有多少价值了。这个多少钱？您先看一看，如果有想要的，价格好商量。这个呢？这个怎么卖？哎，你眼光真好，这是我们刚进的货。是真姐姐，给你优惠。少卿，姐姐，我真应该跟你说一声谢谢。当初要不是你帮我，我现在可能还过着地狱一样的生活。是你给了我一个新的人生，我真的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。你去了日本怎么样啊？我结婚了，这次回来北平就是陪我先生公干。他是一名外交官。哎，你怎么会在北平？我从荣家辞职了，现在在北平的一个学校当老师呢。是我的事情连累你了吗？你走了以后，荣家又发生了很多事情，再加上两位小姐都考上了女校，我这个家庭教师的职责也算是完成了，这才在北平谋了这份工作。你知不知道我姐姐她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当时一心想要离开荣家，没有考虑过她之后会怎么样。你走了没多久，你姐姐就生了一个小少爷，我想荣家应该不会亏待她的。果然是男孩，也遂了他的心愿了。其实后来你姐姐也想明白了，她能理解你，也觉得你走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件好事，特地嘱托我说，以后如果有机会再见到你，让我一定转达你他很想你的。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去上海看他的。我给你留一个地址，小少爷的身体一直不太好，他在我哥哥工作的医院住院呢。如果你想你姐姐了，就可以写封信给他，提到我哥哥这个医院的地址，我哥会转交给他的。小青，以后多多保重。你也是。爹，吃饭了。逆子，你还有脸来？
我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打下的家业，我挣下的家业全都让你给毁了。我不吃饭，我要抽烟，我要抽大烟。医生说了，您要是腰疼的话可以给您用一点。我疼。给我。您在娶我娘之前是不是还有一房妻儿？你是谁呀？我是您儿子荣家尚。家尚，你长大了。爹，您在我前面是不是还有一对儿女？你是我们这一辈里仅有的一个儿子。你出生的时候啊，足足六斤八两，哎，可把你娘给折腾苦了。那哭声都能把房顶掀翻了。哎呀，这个脸啊，长足了。哎，爹，我之前听说您还有一房妻儿。你听谁说的？太太赵叔，而且说他们是病死的。没有，那是我兄弟的。您怎么之前没说过我还有一位叔伯呢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就是好奇。爹，您说我是您头一个儿子，那我前面还有没有姐姐？没有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是我唯一的儿子。细雨伪装的眼泪。
钥匙打不开心扉。有谁知未来的路，月儿不必人孤独，独坐等清风一树海苍红啊。与你共舞有回忆可同步，记忆中会有留下你眼睛里的真，秋风也带不走好重的落叶啊。流光的岁月中，人心是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笑容里的真，秋风也带不走无辜的落叶啊。流光的岁月中，人心是小小的城，我们如果可以选择此生，彼此毫无光留下逃出我们，就是注定相爱的人，珍惜的人。